救新加坡的经济。我在的时候啊，这里的经济一片繁荣。我去了上海之后，新加坡的经济就一直在跌，反正上海的经济越来越好。所以，新加坡没我是不行的。阿比，你以为你是福星咩？不是福星，是罗邦厅。有阿比 ，Don't worry, be happy。新加坡的经济有得救了。阿比啊，你打算怎么拯救新加坡的经济啊？政府不是一直鼓励国人创业的吗？啊，你要创业啊？对呀、啊，我计划开一家房屋经纪公司。哎，舅舅，你会支持我的哦。创业不是那么简单的。你不也自己创业，开了一家便利店？就是咯。不为了开店呐、啊，我们的钱呢、啊、已经花到七七八八了，应该是九九十十啊。哇，这么重本呐、啊？创业啊，真的很不容易的。那就好像这个盖亚楼梯一样。到底要用多少盖呀？要用什么牛油？要用什么面包？面包要烤多久？都是一门大学问呐、啊！做 A 圈的学问我有啊！哎呀，有了学问哦，没有盖呀楼梯的盖呀也是没有用的。No problem， 我在上海啊，认识一个台湾来的合伙人啊，他的老板很盖呀，有的是盖呀。